你那是请姐姐吃，不是打姐姐，对吧？好的。他说你是客人，不打你，靓妹儿。哦。不存在在打是亲妈在。姐姐说打是亲妈在，你喜欢他才打他。大哥，我不是客人，我是家人。大哥，既然他吃在宝瑞瑞的，要不去把那个轮盘上去转一手？可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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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是客人，你肯定满面的。来，摸黑去吧。来，刘总，喝汤。来。还有多少？我不要舅舅了，五分汤，放了。他不要也都不研究他呀。大哥，那个可以啊，他就是切的，反正让大嘴吃得饱。哎，大嘴宁愿把那个鸡蛋算了，没有。看大哥图啥的。来。前天赵二在的地方。大哥，你要安排他去那里吗？可以啊，大哥，那种可以噻。可以噻。你这个可以噻，哥，可以的，哥，可以噻，哥。今天大哥哎，看到大哥今天是毒虫鱼啊。大哥，你会哦。哎。应该是。大哥，这个意思是安排他去那里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说啥子？哎，我看到了，我买全糖。我说的是转圈圈。转圈圈，就我家有个大转盘，你知道吗？就飞行员，就吃饱了，他让他去转，等会全部倒出来，大哥。就飞行员转的那玩意儿，我家下面有一个，就是有转圈圈。哦，哪个？对，不是我们这里后门制度那个航空学而已，他说是哪个在那操不起来，在操场上操。用脚踩，对，是哪个养的来着？哎，好，上来，起来。大嘴呀，我说呀，想改过自己把踢完了，到时候的事。大嘴两，我想看大嘴到底能踢多少，大哥说。乖哥，先踢完了呢。踢完了。不然要咋？哎。你是他姐姐，我吃不下去了。来，他们都回去吗？不要你。我下不去，来火锅吃。让开。来。哎，我今天卡了个，真是卡了个，那个指门儿也好痛，好厉害。你们叫大哥做事啊，真的是。大哥意思就是要把吃完，但是大嘴接不了了，他吃不下了，他说。